Fans 最近公布了2015年小改款 B-Class， 虽然全新 B-Class 的改变很小，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车身内外充满了2015年 C-Class 的设计元素。车头灯造型已经和全新的 C-Class 相同，内部的 LED 日行灯改为了 LED 光条，并且取消了前奔把两边的 LED 日行灯。车尾的一组灯都配备了 LED 技术，还有一个稍微修改的后奔把以及 C-Class 的排气口，令整个车尾更具跑味。车厢内部 Benz 在原有的基础上再进行少量的修改。首先，仪表板中央的显示屏由黑白改为彩色，底盘则与 C-Class 相同，控制台上边的多媒体显示屏改为8寸。